是不是以为英语单词都是由字母组成的？如果是，那你背单词方法就完全搞错了。其实单词是由音节组成的，比如说 computer 这个单词，如果你是 C-O-M-P-U-T-E-R 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记的，就是死劲背。但如果你把它拆成音节，也就是 computer 三个音节，声音和拼写对应起来一下就记住了，而且很多音节发音都是一样的，你记住这个单词，换一个单词有同样的音节，你就能背得更快。比如 T-I-O-N 这个音节在单词里面读省，你知道省这个音节啦，那么单词 nation 你就只用记 nation 两个音节， vacation 就是 vacation， 还有 station conversation，这样各种各样单词是不是马上就会背啦？这就是自然拼读，学会这种方法，你背单词认单词效率至少能提升十倍。如果你还不会自然拼读，就来我的直播间吧，每天早上和晚上7:30我都在直播间教音标自然拼读口语技巧，分享高效的学习方法，点我头像来直播间一起学习吧。